不管他过了多久，总是有着很好的轨迹跟足迹哈。大家有空到都城隍庙看看都城隍公爷，到我们新竹内观音宫跟我们的217年的妈祖参香哈，就会有一些不同的体验了哈。非常感谢啊，今天啊越来越多的人啊在我们孔庙广场来聚集哦，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。Thank you.
Thank you.